饭帮我多装一点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香菇滑鸡减脂餐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想要抽吃的口感，淀粉不能少。抓匀加入泡好的香菇，香菇滑鸡好了，来处理一下米饭。减脂鸡也是可以吃饭的，但是要选对，九阳清养藜麦轻食杂粮伴侣，由专业营养师科学配比十二种粗粮食材，最方便的就是不用提前泡它。Q 弹的米饭加上嫩滑的鸡腿肉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